大家好，我是 Celia， 做了咁多年厨艺导师，我认为如果一个厨房的设备齐全，配上专业的厨房用具，在食材配搭和煮法都可以有更加多样化，对厨师构思一些新的菜式真的有很大的帮助的。今次我想介绍给大家的就是龙仔咸蛋高蟹鲍鱼荷叶饭。荷叶饭向来都很受欢迎，阵阵清新的荷叶香味远处已经闻到了。至于海鲜食材方面，今次我们会用上高蟹和鲍鱼，海鲜的精华会完全渗透在饭粒之中。这个荷叶饭特别适合做节请客，满足晒大人和小朋友啊！依家大家看看我怎么做啦。其实处理海鲜和其他食材一样，只要你掌握到窍门，你都可以很专业地煮到一手好的海鲜菜式。今天就等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啦。我们的蟹不要擦了一个咸水草，直接在水里再用牙刷擦蟹身。而鲍鱼我们都是用牙刷在水喉里面洗刷。讲到这里，你已经是不是很想试煮呢？快啲约齐三五知己，等佢哋都试下你专业厨师嘅手势啦！